尊敬的诸位长辈啊，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好，我们上一节课啊，讲到贵德啊当中第二个纲目啊，孝悌啊，这个孝悌啊是做人的根本啊，所谓。这个水有源呢，啊，木有本，啊，父母者，人子之本源也，啊，我们的身体啊，啊，来自于父母，啊，包含养育啊，教育，啊，所以人不孝父母啊，那就没有做人的根本了，哦，啊，就像啊，母亲呢。这个怀胎十月啊，这怀胎守护的辛劳啊，整个过程呢，啊，像很多女性啊，还会这个害喜啊，啊，那个对整个身体啊是很不舒服啊，在不舒服的情况之下。都要勉强啊，把食物呢吃下去，啊，都是啊，勉强自己啊，念念呢啊，为孩子着想，啊，其实整个天地啊，啊，这个上天的安排啊，也非常微妙，啊，好像啊，有一个循环呢，让人呢。能够这一生呢、啊，不要留下遗憾，能够把父母的恩德啊，能够回报圆满。哦，你说我们应有父母的养育教育啊，而成长茁壮。那我们什么时候呢，来回报父母这个恩德呢？啊，父母上了年纪了。啊，我们搀扶着父母行走，啊，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学走路，啊，无数次的跌倒啊，都是父母的扶持啊跟鼓励。哎，所以啊，做什么事呢，最让自己的良心啊很安呢，就是孝顺父母，哦，就能啊回报这个。最根本的恩德啊，你说包含老人有时候吃饭啊，比较活动啊没有那么方便的啊，你看有时候啊吃的时候不小心啊还会掉下去啊，那我们小的时候啊，父母为我们吃饭啊，包含教我们吃饭呢，也是花了无数的心血。啊，从来啊没有对我们有一点嫌弃的，啊，哎，父母老了，哎，我们在这些生活啊都是啊能够非常细腻的去体恤，决定啊没有一丝一毫的嫌弃。哦，好，哦，这包含这我们小的时候都叫父母给我们讲故事。一遍又一遍呢，甚至问了很多为什么啊？哎，父母年纪大了，有时候记性不好啊，一件事啊会问好几次。您看，这不也是让我们在这一生呢，能回报所有我们成长过程中啊，父母点点滴滴的辛劳啊，都能够在尽孝当中啊回报。我想啊，这个是上天呢、啊、给人，尤其啊给为人子女者啊最大的一个礼物了。哦，所以啊，能孝顺父母的人呢、啊，是最有福气的人。啊，其实人最大的福气啊，就是心安理得啊，抚养无愧了。所以这个怀胎守护啊，包含啊
临产受苦啊，这个生产呢是相当痛的啊，应该算最痛的一个情况了。哦，你看产房里面的这个产床上啊，啊那个钢柱啊是很粗的啊，因为出力啊，生产出力的时候啊，出那么大力呢，要手上要抓东西啊，那个钢柱啊都可以被拉弯了、啊，我们可以想象啊，那个痛是到什么程度。我曾经也听过比喻啊，因为那个阵痛的时候呢，非常难受，就好比啊，15分钟呢，拿着一支啊刚利的刀啊，在你的手上划一横，每隔15分钟啊划一横，有的母亲啊，10几个小时才把孩子生下来，哇，你就看到了整个过程当中。那个疼痛难忍了，所以这个临产受苦，再来呢，生子忘忧啊，这么大的痛苦，当孩子生出来，第一个念头啊，就是孩子健不健康，完全把自己的痛苦啊放下了，念念呢想着孩子的安危了。那孩子生下来呢，尤其啊3年呢都在母亲的怀抱当中啊，没有生活的能力，包含哺乳养育的恩。这个哺乳我们3岁以前呢可能呢喝掉几百公斤啊母亲的母乳啊，那个等于是母亲的血啊，在身上的营养啊，所以为什么女人的骨头比较黑比较轻啊，就是在养育子女过程当中啊这个耗损掉了啊，包含咽苦吐甘，再怎么辛劳啊，那照顾孩子照顾家庭呢，在孩子面前呢还是都呈现笑脸来安慰孩子回甘救失尤其有冬天的地区啊，孩子半夜尿床了把干的地方啊让给孩子睡自己睡在那个湿的地方。其实啊我们的父母啊都是这样的，好的都是留给我们孩子辛劳啊都是自己啊承受的了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就像我们上一节课、讲到的父兮生我母兮举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这整个过程父我故我都是在回想呢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呢包含喜浊不净恩我们成长过程那个大小便呢之后呢都是父母去收拾我印象很深呢曾经有一个母亲呢、她的孩子才几个月大，她说到啊，她觉得呢孩子的大便呢、一点都不臭，感觉呀、还有一点香味。我那时候听呢，因为这个母亲啊讲得非常诚恳。非常认真，所以我对他的话呢非常相信。那由于很相信他讲的，我马上可以体会到他的心情因为啊他说到啊那个孩子大耗下来，他的心思啊都是放在
那个大便的颜色，哦，好不好啊？包含呢那个形状健不健康？因为孩子几个月大，他的肠胃还在发育啊，还不是很完全呢，啊，哦，所以观察哦，状况都很好啊，母亲特别安心，连最脏的东西没有一丝毫的嫌弃，而且念念都是孩子的健康。哦，听到年轻的母亲这么讲啊，都能让我们回想到自己婴孩时期啊，母亲的良苦用心了。哦，甚至于啊，有一些孩子呢，这个先天呢，有一些残障的啊，我们看很多父母啊，还是照顾他们30年、40年之久啊，都没有丝毫嫌弃啊。这个母爱的光辉啊，令人动容啊！啊，包含远行意念恩呢，啊，我们刚好出远门呢，啊，父母也是啊，都在意念啊，这只行千里啊，母担忧了，啊，所以出门在外啊，啊，要多报平安啊，而且啊，要让父母了解我们的情况啊，让他们放心啊，在外呢决定啊，啊，不能呢，啊，跟人家有冲突啊，有摩擦啊，假如有了，可能呢，啊，父母都天天都在担心啊，会不会出什么状况呢，啊，还有身家体恤恩，在很多事情上啊，都是体恤备至啊，像我容易紧张啊，我记得我考大学的时候啊，是父母啊跟我两个姐姐一起陪我去考试啊，所以全家为了我的事啊，还是操了不少心呢 啊，包含有一次啊，我爷爷是胃出血，还不是很清楚情况。哎，结果我母亲啊，是当天早上呢没有跟我讲，啊，下午啊才给我讲，啊，因为呢我母亲啊知道我的个性啊比较容易担心啊紧张。所以还不是很清楚情况呢，就怕讲了呢，哎，让我操心。哦，其实我们心太粗了，啊，整个成长过程中很多小事啊，父母都是啊非常细腻的，为我们想，甚至于有时候他为我们想，我们还误会，那个是造孽造大了。啊，我曾经跟大家举到呢，我自己姐姐啊，她到补习班去，结果刚好有一天眼睛不舒服啊，我父亲呢跟她说呢，啊，那明天呢，啊，我请假呢带你去看医生，结果还是放心不下，您看那个身家体恤啊，好像就不忍心让我们多受一点苦啊，就赶紧啊赶去啊补习班，要带我姐姐去看医生呢，啊，那个是大学联考补习班的，当时候我姐姐是不想考大学了，可是父亲呢，啊，想得很远呐，啊，他知道以后长大了，假如弟弟妹妹都大学毕业，他没有，他心里啊，可能一辈子啊都遗憾甚至自卑了。哎，诸位学长，我父亲有没有给我讲，他为什么让我姐姐去补习班考大学，准备考大学，有没有讲？没有啦，我为什么知道？
大家自己回想看看，你父母很多事没跟你讲，好像你看看他的眼睛你就懂了，那是我们的天性啊，本能啊。真的人啊，不能再被欲望给控制住了、真的要放下欲求啊，用心去体恤父母的心了、刚刚我讲到这里啊，又想到我姐姐出嫁那一天了、这一个女儿20多岁了，拉拔大了、出嫁那一天，我姐夫啊带着我姐姐给我父亲行3跪9叩礼我在旁边站着，我姐夫跟姐姐一跪下去呢，我父亲啊马上呢眼泪就流下来了，而因为我刚好看着父亲啊，父亲当场眼泪要流下来的时候呢，我的眼泪也流下来了，好像父亲那个心情啊在那个当下像一束光一样的射到我的心田里面来了，体恤到当一个父亲啊太不容易了、20多年来多少经济上的承担，孩子成长健康、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学业种种的一个担忧设想，以至于出嫁了好不容易啊帮他找个好的对象了，心啊比较安啊，但看着女儿要出嫁了也是百感交集啊、那种心情啊、所以我非常感恩啊，这个祖先的保佑啊，让我在那一刻啊能理解自己父亲的心。一个人能理解父母，你绝对不忍心啊再讲一句让他难过的话，你不忍心讲，因为那个恩德啊昊天罔极啊，你想报恩都来不及了，怎么忍心再让父母操心呢？所以我们啊心不能再粗了，静下来啊，人一静下来啊会起绝招，很多可能成长过程中忽略的东西啊都会突然浮现起来，真是如此啊！我很感谢呢大众啊给我一个机会啊跟他们交流弟子规啊，我在海南跟大家讲入则孝啊出则悌啊，30多年的岁月啊，讲着讲着好像一幕一幕都浮起来了，越来越感觉父母的恩德、父母的栽培，还有姐姐的爱护啊。那以前好像匆匆忙忙的，就20-30岁了，也没冷静想想这些事。刚好讲课的时候很专注啊，这些东西浮起来了。那包含小的时候到外婆家坐计程车的事也想起来了。妈妈给那个计程车司机多给500块，好像在我记忆中已经消失掉了，就讲着讲着就回来了。所以真的很感激呀、大众呢给我这个机会呀、学习呀、进而呢能够把生命中这么多的事情啊回想起来。所以父亲呢为啊姐姐的一生着想，身家体恤啊，而且又不忍心她眼睛不舒服啊，马上就赶过去了，结果发现呢，那一天我姐姐不在补习班，翘课了。我现在想一想说，这一辈子赶上我父亲的修养实在很难，你看这样的苦心呢，突然去看了女儿翘课，就好像这个心从空中啪一下摔到地上去一样了。
啊，假如是我，我可能一开门，你搞什么？可是我父亲没有问，没有骂我姐姐，还很客气的询问我姐怎么啦，去哪里了。哇，我姐恼羞成怒啊，马上我不补了啦，我也不想读大学了，噼里啪啦讲了一堆情绪的话。啊，我跟我二姐在那里想啊，会不会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哦，这爸爸受了这么大委屈哈，这个是有情绪是难免的。我们想说会不会，会不会有风要吹过来了？结果没一会啊，我姐姐上房间去了，我爸把我跟我姐叫到房间，啊，他们房间里，啊，我们两个头都低低的等着。父亲发话了，我父亲讲了，这个爸爸还有哪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啊？你们两个提出来。哦，所以在那个极度被误解之下，哎，居然能心平气和，哎，再问问孩子，哎，你们内心还有哪一些对父亲啊做法的不满意的地方？哦，所以当下呢，父亲那个反思的态度啊，震撼了我的心灵啊。哦，好，所以这个很多父母啊，在我们二十多年甚至更久的岁月当中的体恤啊，被误解的时候，父母还是默默的承受啊。所以我真的体会到父母任何的存心都是为了孩子，你就不应该去忤逆，也不应该去否定拒绝父母的好意啊。哪怕他的建议不一定很好，都不能否定他，都要先认同父母的苦心。我记得啊，我当时候在这个零三年呢，参加考试啊，准备到学校啊重新教书啊，因为我零二年把它辞掉了啊，零三年再回去考啊，结果考的成绩啊都还可以，但是呢都没上，都是被取啊。所以父亲看我考得这么努力啊，刚好呢又有机会啊到大陆啊去推展这个中华文化的机会，所以我父亲看我呢考成这样啊，他也不忍心啊，在这个拒绝我出去看一看啊，所以父亲就讲啊，你出去啊看一看，假如不适合啊，赶紧回来准备明年的考试。大家听懂没有？听懂我父亲的话没有？真的啊，身家体恤啊，你刚考没有考好，没考上，成绩不错没考上啊，让你出去散散心啊，你看这都是体恤啊。再来，为什么叫你不行赶快回来？毕竟也是二三十岁的人啊，再耽搁个几年，怕你心里难受啊，怕你中年呢觉得好像都不如意啦，所以都在体恤你每一个关键点啊。假如我们这个时候只想着自己的感觉，爸，我决定了啦，去了就不回来了啦。这个祖先会安排啦，你不要担心啦。哦，你讲这些话，你就没有体恤到父亲的心了嘛。哦，你看那个身家体恤啊，没有中断过啊。
后来我去了四个多月啊，回来了。回来要怎么样？父亲体恤你，你也要体恤父亲啊。回来赶紧啊，先去看爷爷啊，这是父母最欢喜的事情啊。再来要做工作汇报啊，让父母了解你在海口做的情况啊。啊，我给我父亲讲啊，啊，这个推展孝道啊，那孩子都不懂啊，啊，学了以后啊，回去给父母洗脚啊。啊，帮父母啊分担家务啊，啊这些事例啊讲给我父亲听。讲的时候呢，我父亲啊，速度啊，眼眶都是流着泪。哦，结果那一次回去过年了，啊，二月份呢又回海口啊，第一次打电话回家，啊，我父亲跟我台湾话呢讲了一句话。他说家里的事啊你都不要担心啊，你就放心全心全意在那里做。身家体恤啊。啊，完全都是为你着想啊，不让你分心啊。哦，好。啊，父母恩德啊，还有一个是就近怜悯恩啊。这个就近啊，就父母呢，纵使到临终的时候啊，都还是怜惜着自己的儿女。啊，我们有一个长者啊，他六十多岁啊，他母亲八十多岁了。这个长者呢，他当时候呢得了癌症，而他母亲临终的时候啊，对他说啊。说他希望呢，把他的癌症呢，啊，可以带走。啊，母亲呢，八十几岁的长老人家呢，临终的时候还是念着女儿的身体健康啊。而真的这种至诚呢，至爱啊，产生感应了。啊，母亲离去之后啊，几个月呢。他的癌症呢就转好了，恢复健康。哦，所以这个念力的力量啊不可思议啊。哦，在十一月份呢，英国的《每日邮报》就报道到呢，有一个母亲呢三十多岁啊，有两个孩子，结果癌症末期了。他的女儿才九岁，啊，了解到母亲这个情况啊，又观察了母亲有轻生的倾向了，啊，活不下去了，啊，又看着两个孩子，啊，那种心痛，啊，又加上病痛啊，难熬啊。结果这个九岁的孩子呢，从知道那一天呢，啊，每天给他母亲写一封信，啊，鼓励他的母亲。感恩他的母亲，总共写了七个月，没有一天间断。一个九岁的孩子，母亲每一天最期望的呢，就是看到他写的信。啊，结果七个月之后啊，他的母亲去检查身体，癌症呢已经全好了。啊，所以女儿那个祝福的力量。包含母亲啊，看着女儿这么孝顺啊，心情的愉快啊，啊，就把这个癌症呢给化掉了。啊，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孝悌之至。啊，这第一句呢，大家不配合一下，啊，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哦，您看呢，啊？我们呢，听到这个故事啊，一个九岁的孩子，都是身家体恤他的母亲呢，
我们都是成年了，真的不如啊一个九岁的孩子。哦，好，所以父母之恩啊，比天高比海深啊，我们怎么来尽孝呢？啊，经典呢，给了我们很好的教诲，可以依循。我们接着来看八十六句。啊，这八十六句讲到，啊，孔子跟曾子啊说到呢如何尽孝，我们一起啊来把它读一下。子曰：“孝子之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伤则致其哀，祭则致其言，吾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啊，这个五点呢、啊，完全做到。这个备就是完备啊，才算是啊。尽到了侍奉双亲的责任了，这是行孝啊，这有标准的啊，从这五方面呢来着手啊，哪五方面来侍奉亲父母亲呢？第一，这个居就是指生活起居啊，体恤备至，而且啦都是带着恭敬真诚的心呢、啊，来侍奉父母。我们在《弟子规》当中啊，就看到了，啊，冬则温，夏则静，这黄香九岁就做到了，啊，所以皇室的后代啊，叫江夏唐，啊，因为汉朝的皇帝封黄香啊，他是江夏人呢、啊。江夏皇乡举世无双啊，一个孝子的榜样啊，传承了几千年呢、啊，到现在他的后代还以他为榜样。哦，对，这个是啊，非常啊，功在家族啊，也是功在民族的啊一个风范呢、啊。那冬温夏静啊，这个就是对父母啊生活啊体恤备至了。好，我们看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哦，哎，父母对我们的期许，我们也要非常恭敬的去奉行啊。包含养父母之惠，我们也尊重父母啊，有明德有本善，也希望呢父母这一生呢、啊，他的惠命能够成就。那恭敬父母啊，所以劝谏父母啊，也是恭敬的表现呐、啊。啊，所以亲有过，见始根，怡无色。柔无声，啊，谏不入，悦复谏。你看，那个怡无色，柔无声，悦复谏呢，都是秉承着一个恭敬真诚的态度啊。所以劝父母，父母不能接受，还是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啊，真诚恭敬不足了。而且呢，很恭敬啊，绝对啊，没有情绪，没有不满，没有埋怨。豪气随，他无怨。哦，好。哦，所以我们看养父母之身呢、啊，还要从整个食衣住行种种方面去体恤。啊，吃。我们看子路百里赴米啊，这么辛苦了，他乐在其中啊。啊，我们现在会不会煮一顿给父母吃都嫌麻烦呢、啊？那差古人差太远了。
这个父母啊，年纪老的时候啊，这个饮食啊也要注意啊，比方呢，食物不可以太硬啊，所以食物不可以啊凉了啊，吃凉的东西啊伤胃啊，所以饮食要诀啊，软、暖，暖就是吃热的，但不能烫哦。烫也，这个舌头烫着了不行哦。哦，你看体虚备滞哦，连喝药都不能让父母烫到啊。药先尝啊，啊，还有一个是缓。吃饭细嚼慢咽啊，让这个淀粉呢，这个消化，淀粉酶啊，这口水里可以消化淀粉呢、啊，充分咀嚼了。这个胃的消化负担大大减少。现在啊，胃病的人很多了，其中一点呢、啊，吃东西吃太快，而且大家不要小看吃东西哦，修养学问也在吃东西当中哦。为什么？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啊！你修道要守好这颗心呢、啊，时时在道中啊。中庸又没有说道也者不可虚于离，只有吃饭可以，是吧？不可虚于离了吗？那你不就随时都在养这颗道心吗？而道心最重要的呢，要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个戒就是规矩，做任何事都有规矩可循，这样你才定得住啊，循规蹈矩，有定，定久了就开智慧了。而今天吃饭的时候一赶，快呀、啊，吃快一点呐、啊，咬没两口，就吞下去了。第一，吃的赶就是急，急了，人一急啊、哦、就没有定力了，就没有守规矩了，而且吃的快啊，伤胃。不孝，你看戒律当中啊，根本大戒就是孝道啊，礼当中呢，那也是以孝道啊，那是第一位的。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背礼啦。哦，所以戒定慧在哪？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啊。都离不开戒定慧的哦，好，哎，今天大家吃饭呢、啊，别吃太快，好，而今天我们假如吃饭快啊、哦，不止伤自己哦，老人呢、啊、有自尊。有时候啊，跟我们住的时候呢，又怕呢给我们添麻烦，所以看我们都吃饱了，他还在那慢慢吃啊，他会有压力啊。哦，有时候看我们都吃饱了，好、哦哦，我吃饱了，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心太粗了？父母跟我们吃饭呢，都没放松，没吃饱，甚至都还吃快了。这些事情啊，都要用柔软的心啊去感受啊。我们有一个朋友啊，出差呢，都买东西回来，买了几次啊，他妈终于忍不住了，跟他说啊，说你买这些东西都这么硬啊，我们咬不动啊。哦，他才突然想到，哦，对哦，我都买那个坚果。哦，腰果啊，松子那个那么硬，不好吃了。后来冷静一想，原来买的那些东西都是自己喜欢吃，啊，美其名买给父母吃的。
所以人真的能够体恤他人呢，他的大根大本呢，在体恤父母。所以仁爱心啊，从孝心自然流露出来的。啊，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于了。好，这个是吃的方面。好，啊，我前几天呢，刚好跟青少年呢，都13岁到17岁，问他们，你爸爸妈妈最喜欢吃什么？可不可以马上说出来？有些孩子能说出来，有个孩子说，不喜欢吃什么，我知道。哇，那不喜欢吃可能就偏食了。哦，你看记好的不一定记得住，记不好的都记得很快。哦，这个孩子啊，能够在这些生活当中都能去体恤父母，都是长养他的善根。哦，一啊，也要体恤父母啊，会不会凉啦，受寒啦，这个都要注意。在我们马来西亚没有冬天，可是很容易受寒，是吧？这个季节啊，感冒的比例啊，可能超过下雪的地方。你们相不相信？人家下雪的很清楚啊，要多穿一点。啊，我们这里啊，四季是夏天，没问题，没问题。心里越觉得没问题的啊，越容易忽略了，粗心了，就容易感冒了。啊，所以凌晨最冷。啊，假如刚好这个父母啊，啊，有时候半夜啊会起来，这个时候呢，那叮咛啊，在床边呢，啊，放一个薄外套。起来都把它穿上，包含要去有冷气的地方进进出出啊，特别容易感冒。刚好你跟父母一起去了，比方上一些公共场合了，你都能记住啊，要进去一下嘛，来把这个薄外套穿上，一点一滴啊，父母感觉多么温暖。这个是食衣，包含住，父母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啊，包含那个床的软硬啊，都应该去关心哦。好，养父母之身，再来养父母之心，让父母啊快乐。让父母不要难受。所以接着有说，养则致其乐。孔子啊，在教诲当中啊，提到很多点呢，都是养父母之心呢。比方孟义子啊，这个是当时候啊，鲁国的三家大夫之一啊，孟孙、叔孙、季孙氏啊，三家。这个孟义子啊，去跟孔子学习啊，是他父亲临终交代的，因为他父亲生前呢，学问不够，有一些大场合做错事啊，被人家羞辱啊，终身遗憾，交代他两个儿子啊，要学礼。要学圣贤教诲，嘱咐他们，他走了以后啊，要去拜孔子为师。结果孔子教导孟义子，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个生视之以礼啊，那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都要守礼，都要恭敬侍奉父母。啊，这居则知其敬，养则知其乐。啊，包含父母离去了这一份缅怀，啊，要视死者如视身的恭敬。结果给孟义子讲完了，刚好回家的路上啊，这个樊迟啊帮忙驾马车，也听到呢之前孔子给孟义子啊这一段话。孔子就问樊迟啊，刚刚你的同学孟义子问的啊，如何孝顺父母啊？啊，我给他回答，身视之以礼这一段话，你知道意思吗？啊，樊迟说啊，不是很明了。哎，诸位学长，孔子为什么要问樊迟？啊，我们感受到啊，夫子啊。抓住一切机会啊，教育提升他的学生。哎，刚好樊迟在现场啦，啊，能听到这一段话啦，啊，生怕他不能深入理解，又抓住这个机会啊，来教导他。啊，也可能另外呢，孟义子的理解不一定很深入，哎，又给这个樊迟。同学讲完了，可能樊迟啊，下一次又遇到孟义子，啊，又会把夫子这一段话又告诉了他，那这样孟义子的收获啊就会更大了。哦，所以孔子在这个跟学生呢，还有跟当时候的人互动过程呢，都可以看到夫子的慈悲。包含他是人情练达的智慧，所以要目贤当目其心呢，啊，在看到夫子的一言一行当中啊，去体会他的良苦用心。接着，在《论语·为政》第二当中啊，好像是连续四句啊，都是谈孝道。哎，为政篇呢，怎么谈孝道这么多？为政就是管理好整个人民啊，怎么管理？用孝啊，每一个人懂孝，他就有德行啦，家就和啦，孝顺为齐家之本呢，啊，人有德，家庭又和乐，社会不就安定了吗？所以管理国家要从孝道下手，家族的兴旺也是要从孝道下手，甚至于一个团体，哦，他整个同仁的素质、员工的素质要全面提升，都要从孝道下手。忠诚出于孝子之门啊，孝心开啊，百善解开呀，做任何事情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这个时代啊，人特别辛苦，可是好像啊，很多事情啊，事倍功半，哦，甚至适得其反。比方教育孩子，花了那么多金钱，花了那么多精力，好像越教啊，素质越下降。哇，有一些公司啊，送员工啊，培训啊，那花了相当多钱呢，啊，效果不彰。哦，你看整个国家对人民素质的教育，投了那么多钱，还是效果不好，青少年犯罪越来越严重。怎么下的力量越多，金钱越多，收效有限，甚至越来越差。哦，所以学问为济世之本，啊，没有真实的学问，
想帮助这个社会啊都不容易啊。就像我们听到慈善团体啊在那里感叹，为什么我们帮助最多的地方啊最不感恩啊？师长有智慧啊，点他一句话，他连父母都不感恩，他还感恩你。所以帮人哦，没有智慧啊，慈悲多祸害啊，帮到最后长养他的贪心啊。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教育才能根本转变人心，家庭、社会、国家、民主的问题才能解决得掉了。好，我们刚刚讲的养心，孔子在《论语》当中提的连续四句，第二句是孟义子的儿子叫孟武伯问孝。哦，这孔子很多弟子哦，受夫子之恩很大呢，教到他的第二代了嘞。哦，可能有教到第三代的哦。哦，三代都接受夫子的教诲。因为夫子当时候啊，他的学生里面有些年纪还比他大的，哦，所以教了他两代三代人。好，我们看颜回，他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啊，曾子父亲也是孔子学生，所以你看这两代人呢、啊、都受孔子教化，结果你看他的家道、啊、传到现在2000多年了都不衰呀、啊。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家族啊，哎，再想想啊，哎，《弟子规》说的“能亲人，无限好”啊，他亲近到至圣先师啊，利益世世代代的子孙呢、啊。好、哦，那这个第二代了啊，孟孙啊，第二代请教孔子。这个孟武伯问的时候啊，孔子说到呢，父母为其疾之忧，这个为就是只有，在孩子啊，这个疾是生病啊，那父母当然会担忧咯。大家看哦，生病的时候担忧，那我们现在回想，父母现在什么时候担忧我们？ Anytime Anywhere 就麻烦了。你说我们德行不好，工作又不稳定，夫妻又常常斗嘴吵架，那父母可以操心的事啊，我看太多了，那操碎了心了，哪有为其己之忧啊？所以看到这些句子哦，都觉得应该挖个洞哦，跳下去一下。就是比起古人啊，他们为人子的状况啊，差得太远了。在家庭、在德行、学业上，不让父母担心。可是人不可能说一辈子不生病啊，所以在生病的时候让父母担忧。而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啊，特别重视养生啊，要防患于未然，预防重于治疗啊。大家记不记得魏文侯问扁鹊，你们家三兄弟啊，谁的医术最好？哎，你们不要当故事听而已呢，啊，这么精彩的故事啊，体会到了，在我们自身，啊，都是预防重于治疗啊，哎，
自己的身体如是啊，德行亦如是啊。啊，你要懂得不要受污染啊，斗闹场觉悟境啊，非圣书秉悟事啊，这个都是预防重于治疗，包含你教育孩子也要预防重于治疗啊。你要先养正啊，养他的正气了，哎，社会的染浊啊，他就能够啊，能够不受诱惑。可是你现在不下这个功夫，等到他染了，你再来帮助他，相当困难了。所以《礼记·学记》当中告诉我们：“静于未发，这就预防啊。发然后静，则汗格而不胜。他已经养成坏习惯了，你要再帮他改啊，他辛苦啊，你更辛苦啊。你看现在青少年的情况，那父母跟孩子好像在那打仗一样啊。”哇，那真是不容易啊，都不知道哪一天才是个头，哎，才是个，那才到头了。哦，所以这个预防是智慧了。而疾病是结果，原因啊，是整个生活习惯了。哎，可能不好，所以今天假如我们熬夜了，可能父母会担心了，哦，或者我们饮食不节了，不节制啊，也会让父母亲担心哦。哦，你比方你现在三高都有了，纵使啊你做的事父母担心放心了，可是每天看到你，他就又看看报纸，哇，心血管疾病的人这么多。你说他担不担心？哦，再来放纵欲望啊，虽没有什么犯法，但是欲望啊不懂得节制，啊，也会伤身体。哦，这些啊都要体恤到。哦，接着呢，子游问孝。孔子怎么讲？哎，您看呢？四个人问孝，答案都不一样哦。因材施教啊，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啊？哦，哎，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啊，就2500多年前呢，啊，就有这个现象了。啊，不明理的人觉得。能给父母吃啊，就是孝顺啊。哦，这个看得太浅了。我们供养父母吃，就像呢，犬跟马啊，马可以代劳啊，啊，可以载人啊，它也是来奉养它的主人呢。啊，比方说狗，它帮忙守夜呀，啊，啊，这个犬马。他也会效劳于他的主人，哦，可是差别在哪？不敬何以别乎啊？我们对父母的一种奉养没有恭敬心，跟犬马奉养主人没什么差别，那人的用心就跟畜生差不多了，怎么当万物之灵呢？最可贵的就是人有真诚恭敬的心啊，对父母。哎，好，你看现在看到这一段呢，啊，冷静了，啊。现在人呢，啊，不懂这些道理啊，拿钱给父母的时候啊，态度还非常傲慢呢，啊，好像那个态度就是，哎，父母都靠我养了，甚至于是在兄弟姐妹之前都很傲慢呢，啊。你看我拿的钱多，我那些兄弟拿的钱少。其实这个态度啊，父母一感觉到了，心里难受啊。你这个傲慢态度呢，跟兄弟姐妹又处不好，父母看在眼里很难过的。兄弟睦，孝在中啊，
这个都是养则治其乐啊，养父母之心啊。有一个企业家，他学了《弟子规》之后啊，有点觉悟了。说他以前是对母亲啊、兄弟姐妹都很傲慢啊。学了以后啊，回去啊，端了一盆热水啊，给他母亲洗脚啊。突如其来啊，他妈妈吓坏了。他端过来的时候啊，要帮他妈妈脱袜子，他妈妈吓得赶紧转身啊，然后呢说了一句话，这个没有连想都没想说出来了，最真实。他妈妈说：“哎呀，我不敢给董事长洗脚啊。”听思聪啊，听有没有听懂妈妈的话了？啊，代表啊，这个儿子啊，在公司是董事长，回来还是董事长。那个讲话的口气啊，还是董事长的口气了。哦，那诸位学长们啊，我们在公司是主管了，回来是不是还是主管啊？啊，我们在学校是小学老师啊，回来是不是还是小学老师啊？我们在学校是给小朋友讲话那个口气，回来给爸爸妈妈也这么讲，那麻烦啊。哦，你假如工作是律师，回来还是律师。哦，好，当然哦，其实啊，工作是主管啊，还是军亲师啊，还是很有爱心的啦。回来啊，还是爱一切人，这样才对啦。哦，不然啊，我们的心啊，就被我们这些身份所污染了。啊，我的地位、我的身份、我的财富，通通被这些东西污染，我们的心啊，就没有赤子之心了。哦，那包含这个他对兄弟很傲慢了，但是学了以后呢，他花了10000块钱呢。人民币啊，请了一桌啊，让他兄弟姐妹来吃啊，没人敢来啊。哎，钱多你以为就能让人家服你啊？不见得啦。后来啊，他很惊讶了，自己打电话呢给弟弟道歉了，弟弟在电话那一头哭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反思自己啊，兄弟姐妹可能心里面那个心结啊都打不开来了。哦，好，哦，所以这个子游问孝，孔子强调的呢，恭敬的心啊重要了。接着子夏问孝，孔子讲了，色难。和颜悦色啊，侍奉父母难。哦，有事弟子夫妻劳，有酒事先生馔。啊，真是以为孝乎？哎，你们怎么一脸没听过的样子？啊，诸位学长，我们去年文言文。这些句子应该都有讲到吧？哦，好，但是还没讲21次，所以也是正常的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是正常的，自己不正常啊，没有体认客观状况，就是自己不正常。哦，所以师长讲一句话太精辟了，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我对的也是错的，啊，觉得自己对啊，就有可能拿着道理要要求人了，就有可能呢，觉得自己高别人低了，哦，所以修行的路上啊，上观己心啊，这念头不能不对啊，
圣狂之分呢，在这一念之间呢。而孔子对子夏讲到的，这个弟子啊，侍奉他的师长，在生活起居当中啊，很恭敬。而父母跟老师差别的呢，在于啊，父母呢是从小把我们养育长大，在这些很多跟我们住在一起的生活细节啊，会有很多很亲密的接触，对老师啊，都是比较威严啊，恭敬，对父母很亲密的时候啊，越亲密呢，要越细腻柔软。你今天一句话不恭敬了，带情绪了，都有可能让父母啊心里难受啊。我曾经听一个老者讲啊，说我们也不期望说孩子给我们吃啊穿啊，我们不去奢求这些东西，只要他们讲话不要带情绪啊，不要讲那些让我们呢很难受的话就好了。因为啊，他讲一句气话，我得一个礼拜啊心情才转得过来。我听到这个话特别有感受。为什么？我们设身处地啊，站在父母的立场去想，父母看着我们长大，在他的整个回忆当中啊，是我们呢两个月三个月三岁五岁那种天真啊，那种对父母依恋的表情啊，这样的天真孩子突然变成那个入目相向，你说谁受得了啊？那个难受啊，可以想象啊。所以这个色难啊，和颜悦色侍奉父母啊。而色难呢，就是和颜悦色侍奉父母啊，最难能可贵啊，最难得啊，但也不容易做到。你自己不调伏自己的这个坏脾气啊，傲慢的态度啊，就很难做到了。在古代啊，有一个读书人啊，叫于林，他学识啊不错，读了不少书啊，而且呢邻里啊都说他孝顺，因为大家看他每天这个晨昏定省啊都有在做，就很认同他是个孝子啊，而且连其他邻近的乡镇都有人啊来向他学习。而他有一个朋友啊叫王用宇啊，刚好有一天呢就梦到啊文昌帝君，而他们是同乡啊，他就请教，这个于林很孝顺啊，学问也很好，那他有没有考上啊？帝君讲啊，他没考上，他本来可以考上啊，但是这功名被消掉了。为什么呢？他是看起来很孝顺，可是啊，都是做给人家看的。他的内心啊，犯的腹诽的罪过，腹诽就是呢，表面上对父母很恭敬，内心啊有埋怨、有不满，没有表现出来。这样久而久之啊，伤了天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天性，最后呢，他的每一个动作啊，变成应付的了，他这个良知啊就受到很大的这个
障碍了，这个天良啊泯灭掉了，一点一滴泯灭掉了，而且啊他对人讲话呢也苛刻，哦，那等于是还是没有真正的从自己内心的忠厚啊去培植德行了，哦，所以啊他这一生呢，啊，就考不上功名了，哦，好，哦，所以从孔子这四段话呢我们可以去理解啊，这个行孝啊确实是要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这养则致其乐，就养父母之心呢，啊，养父母之志。在历史当中啊，所有建功立业的人，几乎他的动力啊都来自孝顺，确实忠臣出于孝子之门。我们看孔子，我们看孟子，都是啊满他母亲的愿望啊。孔子的母亲为什么这么辛苦，离开本来富有的家庭到了曲阜，不就是希望让孔子受好的教育吗？孟母三迁啊，啊，昔孟母择邻处啊，不只是择邻处啊，抓住每一个机会教育点呢，成就孩子的心性啊，这个叫当其可则为时啊，及时教育啊，啊，《礼记学记》里面讲的啊，这四个重要的教育的啊方法啊概念哦，啊，来我们复习一下啊，敬于未发则未愈，当其可则未时，不灵节而失之则未训，相关而善之为谋，这个一运用啊，对孩子的影响都很大。相关而善之为谋，让孩子跟当前所有有德行的人学习，让他跟五千年来的圣贤人学习，都是相关而善呐，啊。所以每一句你真肯用了，那个对自己对孩子的帮助太大了，所以经典要用啊，德育故事啊每天要讲给孩子听啊，768个圣人请到你们家来教孩子啊，这么大的福报我们把他供了三年了还在那，所以啊不明理啊，人在福中不知福，700多个圣人你把他供在那，不请他来教孩子了，哦，孟母看到孩子逃学回来了，子不学断机杼啊，当场呢把这个织了一半的布啊给切断了，啊，孟子啊非常惊讶，因为那织布要织那么久啊，妈怎么把它给切断了，哦，孟母告诉孩子啊，这个织布啊就跟求学一样，不能半途而废啊，就前功尽弃了，哦，所以教孩子不能溺爱啊，不对的时候啊要震慑啊，让他终身明理啊，那孟子确实没让母亲失望啊，成为亚圣，这个都是养父母之志啊，哦，包含我们历史啊，这个二十五史第一本史记，司马迁呢，啊，就是他父亲临终的嘱托，让他写一本千古的经典呢，啊，哦，他父亲也是史官呢，啊，啊，最后司马迁不负父亲的期望啊，写下了
史记啊，史记是往后所有史书效法的鼻祖啊。汉书第二本也是孝道啊，班彪期望他的儿子班固也是写出一篇千古文章啊，结果班固啊写汉书写到快完了去世了。更让人感动的是他的妹妹继承把汉书写完，班昭。班昭不止完成汉书啊，又做班昭女诫啊，对整个我们中华民族女子的教育贡献太大了。大家看啊，一个有远大志向的父亲教出来的孩子个个有成就，为什么？他们懂孝啊。所以在中庸当中讲到啊，夫孝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孝顺的人呢，能够善于善体亲心呢，继承父母祖先的志向，然后呢，承传家业。刚刚举的那个例子，都是把整个家业发扬光大了。好，而整个中华文化呢，它建立在啊孝道跟师道的基础，而师道又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他有这个知恩报恩的孝心，他遇到中华文化，他会感激祖先，感激至圣先师，感激古圣先贤，感激师长，接着以孔子之志为志，以师长之志为志啊，就成就啊整个文化的承传了。所以我们看到曾子之孝子啊，他说到事不可以不弘毅啊，任重而道远啊，那就是把整个民族的道统扛在肩上了。那夫子之志就成为他的志向了。所以这个确实啊，孝道是建立在啊，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诸位学长们啊，你们现在的栽培啊这些孩子们呢，学习传统文化啊，尤其那个孝子啊，要帮忙留心一下啊。你们现在在教育的这些孩子啊，20年之后啊，这个汉学院要靠他们呢。哎，你们要看远一点的啊，要帮忙挑这些好苗子哦。OK， 哎呀，这个文化的复兴啊，还得最少3-5代人才可以把它恢复起来。好，再怎么难呢，学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因为我们已经认知到啊，我们这1-2代人做什么？做垫脚石。开花结果啊，那是后几代人的因缘了。再来，我们刚刚讲的养父母之智慧啊，这个慧呢，那就我们自己本身呢要学得好啊，让父母说啊，我的孩子学了传统文化变一个人呢，哎，我也应该来看看呢，这经典教什么。这引父母入圣教啊，这养父母之慧了。包含我们刚刚啊说要劝谏父母，而这个劝谏呢，不是教化，
教化是对晚辈叫教化，对长辈要感化。啊，我们不能今天哇，今天句子记了不少啊，回去爸，今天我们课上说啊，这一句道理很重要哦，你看你昨天就没有做好，这句话就讲你，哇，那麻烦了。哦，我们这一辈子哦，在父母的眼中就是孩子，不能以这种口气啊对父母讲，要感化，做到让父母感动，进而啊让父母反省自己，这样才对。啊，有一个大学生啊，很难得，他参加呢啊五天的讲座，发现呢、啊，他们家住新房子，啊，他奶奶啊住在呢新房子旁边那个又矮又小的旧房，可是啊听了课之后觉得这样是不孝了，他回去以后啊把自己的房间呢、啊、清干净，恭恭敬敬啊把他奶奶请到他的房间去睡，然后每天早晚这样侍奉，自己睡哪呢？睡沙发。诸位学长，请问床比较舒服还是沙发比较舒服？哎，你们怎么想那么久？你们要入到这个故事里面去了，就知道了。躺在床上哦，良心不安呐、啊。明理以后哦，再躺在床上就良心不安；躺在沙发哦，心很安呐、啊。三分钟哦，可能周公就早去了，啊，说不定周公还给你讲课咯。心不安哦，都胡思乱想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梦了，啊，就这样呢，做了没几个礼拜，人之性本善啦、啊，他父母惭愧啊，痛哭流涕了，啊，就完全呢转过来孝顺爷爷奶奶。好，那您看这个大学生没有以一句话给他父母讲道理呢，自己做到感化父母。好，我们看到这个样则知其乐了啊，那就得啊善于用心呢、啊，亲所好，力为具啊。那体会到了呢？顺从父母啊，啊，体恤备至，不顺父母的心意啊，那就还没有掌握到呢为人子的孝道了，啊，所以孔子说，不顺乎亲，不可以为人子啊。哎，可能有人说了，那父母叫我做的也不是很对啊，那我顺不顺呢？你是顺那个心意，又不是叫你去做错事啊！先顺一下疏导，之后再善巧啊！哎，没有去做了，哎，父母看你怎么没做啊？到时候再撒娇啦，哈，还是怎么样？再哦，再反正你有诚心，就会有方法啦。可是你假如父母的心意是这样，处处忤逆，处处对着干，你讲的道理再有用都没听不进去。好，我们看到这个样则知其乐，哎，想到老来子啊，体恤父母，年龄九十几岁了啊，让他们欢喜一下呢。七十几岁的人穿着小孩子的衣服，在父母面前哦，装孩子走路啊。啊、哦，还挑水，故意滑倒啊！那父母这个看得哈哈笑啊！啊，每天大笑三声呢、啊，延寿十年。今天大家大笑三声没有？
哦，有没有让父母大笑三声？哦，你假如回了家呢，就让父母孝心不断呢、啊，哎，也是养则自其乐啊。啊，病则自其忧。啊，父母生病了呢，能够啊竭尽力量呢，啊，去减轻父母的病痛，啊，甚至于啊更好能让父母的病啊能根治。啊，病则自其忧呢，我们《弟子规》上讲的。药先尝啊，昼夜侍不离床。这个汉文帝啊，照顾母亲生病啊，病情啊三年，所以整个汉朝的孝子出的最多。现代也有孝子啊，啊，一个煤矿工人啊，山东藻城啊，一个煤矿工人。他母亲癌症呢、啊，他走了九个省两个市，最后呢，把他母亲的病治好了。所以看到这些榜样啊，也是鞭策我们要做得更好。这一节课呢，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好，谢谢大家。